军会阿萧屈大头的出来，唔使唔使咩交代，你把我变成个办法，由李俊文去问清楚。啊，完美啊！你是要甲恁兄弟李俊文会拼咯？娘子啊，我看唔通，为什么？完美，我太子被吹啊，唔通甲会拼咯？是我阿萧屈要赛。李俊文虽然是家庭有功，却不过是杜宾那间陈林学套头，呵呵，帅哥霸道，迄可是客家哥啦。啊，你毋捌听过？故乡是一片天，自幼交情深，迄客家人后拜三年就考那到应征赴考。上状元做大官转来，迄爱情唔较多，原话啊，唔通唔通，点去？有你安尼讲法，客家人都办法上状元，你这路唔拢算状元，不准你胡言乱说，你不想办法，会叫李金轮不能成功。好啦好啦，食你的饭饭，你的门。啊！你若讲贵就贵啦，后街有话金锣无话，我大头的来介参详看咧。公甘人就是我自当保障，嗯嗯。